大家好，我是 Ava， 今天会同大家做一个感恩的练习，请你来到一个舒适的坐姿，你可以坐在凳上面，又或者盘腿坐在地上面，任何一个舒适的姿势。如果你坐在凳上面的话，延长你的脊椎，双脚着地，你的手可以自然地放在大腿上面。如果你是坐在地上面，留意找到你的坐骨接触到地面，让你的人很稳地坐在这里，放松你的大腿、小腿。你的手同样可以放在大腿上面，双手掌向上或者向下都无所谓。准备好你的呼吸，开始留意自己的呼吸。吸气的时候，打开胸口，打开心口向前。呼气的时候，放松你的肩膀，放松你的颈部。继续几个这样的呼吸，保持你的心口打开，肩膀放松。你的头可以微微向下，让你的颈部不需要过分用力。继续自然的呼吸，在练习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鼻吸、鼻呼，让身体感觉到每一个吸气、每一个呼气。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可以合埋双眼，又或者放松眼皮，望住前面的一点。继续让你的呼吸进入你的身体，留意吸气的时候鼻孔里面的感觉。空气进入了你身体的时候，胸口打开，肚皮胀起。呼气的时候，肚皮慢慢收埋，空气由鼻孔出回来。继续观察到自己的呼吸，不需要改变它。无论你的呼吸快慢、心静的浅，保持在一个自然舒适的位置。慢慢打开你身体的感觉，感觉到你身体接触到的地方，你身体接触到你的衣服，你坐紧的位置，感觉到皮肤上面的感觉。慢慢将你的意识带到去你的手掌，手掌心里面，感觉到它的温暖。将你的意识再集中，感不感觉到手里面或者手指有些什么感觉？继续让你的意识集中，留意到身体里面的所有感觉。继续呼吸，慢慢将你的感觉放开，你的身体、你的心情开始变得放松。
慢慢来到一个你感觉不到任何东西的感觉，你的意识可以放松。现在尝试找一下一些在心里面感恩的地方，一些你感激感恩的事情，可能你感谢一个朋友，你的家人出现在你生命里面，感恩你的宠物来到你的生命，感恩住在哪一个地方，感恩我们住在一个几乎没有天灾的地方，感恩我们住在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地方，感恩我们得到学习的机会，你都可以感激一个人或者一件事，感激这个人为你做过一些事，感激一件事令到你开心或者不开心，感激这些人给你经历过一些事情，我们也都可以感恩我们有食物，有干净的食物食水，有一个住处，有干净的衣服，给自己找到一个感激的理由，你可以感恩任何的东西，给这个感恩的感觉在你的身体里面，想住这些事情，你会觉得欣慰，觉得舒服舒适，这些事情给到你安全感，给这些感觉去到你身体的每一个位置，给你的心感觉到这些感觉，用心去感恩感激，想象你的心是一个温暖的太阳，发放着一些光芒，这些光芒里面有感恩之情，这道光去到你的面上面，为你的面带来一个微笑，你的微笑去到你的面部，你的眼睛，你全个身体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感激之情，慢慢被这个感觉在你的身体里面外面发放出来，我们慢慢将意识集中在眉心又或者是眼帘的后面，给一些同感恩相对的感觉来到心头，可能是一些失望
失去一啲嘢，又或者一啲难过、伤感嘅感觉。如果你嘅身体里面有呢一啲感觉，你可以接受佢。你而家嘅心发光，有能力去接受呢一啲唔好嘅感觉，将呢一啲相对嘅感觉转化，可唔可以将呢啲感觉变成一个感恩？可唔可以感恩呢一啲感觉呢？感恩你自己经历过，感恩你伤心过，在下一次开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更加开心。感恩你失望过，在下一次期待的时候，你会更加充满信心。感恩失去过一些东西，在下一次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你会懂得更加珍惜。给这些相对的感觉和你感激的感觉一起出现在你的身体里面，你可以包容这些完全不同的感觉。当我们回想一些经历的时候，不需要将我们的情感转入去这个牛角尖，转入去一些过往的事情，纯粹给这些能量，这些感觉的能量出现，我们留意到它，观察到它。慢慢被你的感激、感恩之情散发到去你的全个身体，填满心里面每一个角落。当你在下一次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，你可以感恩，可以感激他俾你经历呢一个唔开心嘅感觉，你可以观察佢，然后你可以感激佢。你可以继续喺呢一度进行呢一个练习。如果你觉得已经完成，你可以随时翻返嚟身体的感觉。留意一下你的手掌、手掌心，手掌心里面温暖的感觉。感觉到你的膊头放松，感觉到自己的呼吸，感觉到鼻孔里面的感觉，继续知道自己呼吸紧。感觉到身体的同时，你都感觉到感恩的能量继续在你的心里面。慢慢动一下你的手指，
转下你的手腕，将你的头向左向右拧几下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慢慢打开双眼。今次的练习已经完结，希望透过今次的练习，你的日常生活里面都可以对任何的事情，对任何的经历带着感恩的心。